呢，我们还有跟宇飞、韦哲约，但是我们故意提早约半小时，我们给偷偷的、小小的干嘛呢？约个会这样。是牛排，这是鸡肉，这个是肉丸，我点上两颗肉丸。哪一个是我的？都是。宇飞跟依依说，自从看过上一场的那个跨栏大战，他们觉得男生要挑男朋友就要挑会跨栏的。没错。为什么？因为就是嘉森跟鼎都是同种，就是那种很温，然后很温暖的男生。晚安，现在是10月20日，然后。其实昨天是三对战了哦，我们三场也都没有拿下胜利，但是反而郭哥呢叫我们4、5、6日都不要训练，而且是希望我们严格执行，就完全不要训练，不可以找场地，不可以找教练，不可以团练，然后让我们好好去想一下调整心态，因为他其实也知道我们其实没有练的比较少，我们要找出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赢得比赛的原因，所以其实我也反复思考，其实很像是有小杰，然后钱姐跟郭哥，我们刚好被分到三个不同的队伍，我都想像是打一场电动，所以今天呢，我被分到郭哥，哎，那我就听领队的想法去执行，我也不要有太多的个人的意见说啊，为什么下礼拜要比赛，我们这个不给或怎样子？没有，我打算好好执行郭哥说的，好好休息4天，然后去做自己想做的事，调整好心态，礼拜一重新出发。饮料里面冻辣的，好，简哥你要什么面？我八九格里面冻辣，八九格里冻辣，冻辣，细面，大面，红茶，好，红茶，正常面吗？好，我先帮，没毛病啊。我们呢？今天算是要去看一个星光的音乐会，全明星的音乐会，就是4点的时装节，那算是我们一个小放假。那因为我们还有跟宇飞、韦哲约，但是我们故意提早约半小时，我们给偷偷的、小小的干嘛呢？约个会这样。然后就是依依最爱喝，因为你都喝什么？我都喝熟成欧蕾，然后我喝胭脂多多，张嘉森的最爱。我不在乎 ，OK， 嘉森我不在乎。上次我跟依依，我们两个在限动聊天，划龙舟的时候，然后我说依依，帮我明年我们一起再去划，这样依依就回我说嘉森，嘉森说你神经病，嘉森说我神经病，是那个彭真跟依依嘛，那个全明星运动会的嘛，对不对？欸、我很喜欢你们嘞、欸，我要看你们比赛，很精彩，很认真嘞、欸。我记得那个下雨天，你们都在练，对不对？看人家练习哦，难得约会遇到一些疯狂粉丝，很困扰。哎、欸，是很好喝哎、欸，胭脂多多哎，胭脂多多、啊，不是晕啊。然后我们现在三个人，我们等一下要一起去那个全明星的音乐会，然后我们等宇飞，宇飞住偏远嘛。好，然后今天大家都有点造型哦，戴个帽子哦。然后我们在大同高中。宇飞开车载我们，我们要出发。好、啊，谢谢谢谢，方向盘都有遮。谢谢宇飞把车开过来，让我开在大家出去。但是重点是今天宇飞真的装饰蛮完整的，很少看到。哎呦，他刘海就是那种很乱的那种。平常他需要一些这个、啊，会直接车上有这个。红队黄队的朋友，明天不用来了，因为龙舟都没了。原本我那个划龙舟，龙舟都被冲走了，剩这几艘。这几天刚好遇到台风天，然后教练打电话跟我们说，我们龙舟被吹走了，超夸张。好想划哦，很想划哈、哦，很想划，可惜没龙舟了。要是有龙舟，我们现在划了，算可惜啊。走啦走啦，啊，再见了龙舟。好久不见，许昂还好吗？听说你最近做过最激烈的运动是走秀。什么？台北时间的 OK 吧 ？Yes sir。是牛排，这是鸡肉，这个是肉丸。我点上两颗肉丸。哪一个是我的？都是。方一成好帅，好想跟他打躲避球。再次回到那飘着雨的过境之南。哇，靖哥带我们来淡水玩。宇飞跟依依说，自从看过上一场的那个跨栏大战，
他们觉得男生要挑男朋友就要挑会跨栏的。没错，因为就是加深跟顶都是同种，就是那种很温然后很温暖的男生。对，因为跨栏他需要很有耐心的教学。但最不喜欢的就是打篮球的男生。那我刚刚就问宇飞，我说要不要认识一位九秒九的跨栏选手啊？我本人九秒九可以，我想要认识是的跨栏选手，都要在八秒内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你也不行，谢谢啊，我没有，那不就加深吗？哦，只有加深啊，我只爱加深。如果没有拦的话，我那个六十公尺应该是八秒内啊。宇飞等我啊，下次听的照片我会放那个跨栏的照片，我再传几张跨栏的照片给你。我那个收腿你可能不会喜欢。